学徒，我们的家族还在继续研究，或许你可以帮忙收集一些最新混合物的必要材料啊。看来朱眼家族终于派杀手来了，你尽管试试无妨。 这里的怪物很快就会解决你们，我很快就会得到史特拉达玛的瘟疫了。入侵者，我要把你们生吞活剥！结束。 这只不过是瘟疫的一小部分力量，等我成功入手，整个马卓萨斯都必须付出代价。太好啦，更多的实验对象。 放出钻逆虫！你们无法理解我的天才之处。下一个步骤是我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 你或许获胜了，但代价呢？你体内现在流窜什么样的恐怖药剂？这才是瘟疫的真正力量，它会残留、腐败、摧毁碰触的一切，就连圣者也逃不掉。 阿卡雷克真是太愚蠢了，要是他借机夺取这场瘟疫，朱眼家族就不会灭亡了。我会修正这个错误，所有人都要遭受跟朱眼家族一样的苦难。你无法阻止我，哼，只需要轻轻一呼，一定要。 复仇！啊！是谁擅自踏入瘟疫家族？是谁想取得无法控制的力量？如果你真渴求这股力量，就来夺走它！我是被它吞噬。 我们等你们很久了，瘟疫之母会找上你。